腰椎出现疼痛是患者有一些这个锻炼的方法，当然这个锻炼方法那个因人呢还会有一些区别。比如说出现这个腰肌劳损，患者出现这种疼痛的时候呢，可能休息是更重要的，但是适当的背部肌肉的过深的锻炼，和这个动作向后仰的这个动作呢，常常也能够改善这个症状，所以它是合适的锻炼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，合适的这个腰背肌的锻炼和这个体育锻炼，就是保护这个腰椎的这种很好的方法。当然，就说是那个不要过于的弯腰，不要受伤，坐姿呢也要注意，不要这个弯着腰来久坐等等，都是预防腰椎疾病的一些重要方法。